谢谢胡四川的大伙计，谢谢胡四川，感谢胡四川啊，给个啵啵吧，胡四川。援军出击。正在蠢蠢欲动，黑马英灵菜哎，打不着，哎，也攥不着，给我了吧。二闪现残嘛，回首掏。我是钢之心儿还是假心儿呢？钢之心儿吧。沉默，互相沉默呗，给我了吧。我必定要口死你。
刺口里，刺儿，还注意啊，给我呢吧。再来一波吧。你挺吓人呢，我发现。给我上！没关系，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不让我补，算了，不让补回家吧。我来给他们带点回去。398，1298。我直接一手点盐得了，要不我这点盐也没啥用啊。投你！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再见，沉默。好吧，我说你全抽着了，这么牛？我没跟人一起抽的。我记得你就抽着几个啊？我兵线都哪去了？石头人怎么还能有大招呢？石头人是个啥呀？啊，中单。抽啥？抽角色卡。
摁住那个 Windows 那个键，左下角倒数第四个，再摁 D， 摁住，摁 D， 不好使啊。刚才怎么把它关了呢？学不出来了，等一下啊！你不用管我了，你打你的去吧。啊。那没关系。怎么着？我这收声不好。猖狂啊你！我扣你！他妈打野是什么玩意儿来啊？王者！王者要杀我！哎！这个心之钢我不摸了，我不太敢摸它。我如果在塔下可以勾引他一下，勾引一手，勾引一手，变大。先来个聚酒，塔皮应该是没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德玛西亚二人组呗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德玛西亚，哎对，nice 呀德玛西亚，刺儿起。走位不错呀，应该先吃谁呢？走位真不错啊，盖伦说句实话是不开了，喜欢走位，那我就扎死你。咋那么狂？我不理解。回家了，2100聚酒。
吃了几个了？吃了两个，那就是吃完小兵等于十层。小法师就别要红了，艾伦指定得拆我们塔啊，在这堵他。Hello， 喜欢走位是吗？喜欢走位，喜欢走位，喜欢走位。嗯，我靠，疼不疼？我靠的。换一个，有的换呗。763。咋这么多人呢？哎，这蓝魔装备不错呀，蓝魔装备这么好啊，看来我得来一首紫炎之力，但是在紫炎之力之前我要先来个凛冬之力。为什么不 A？ 我得把女枪换了呀，确定把他杀死了我才能 A 别人啊，那我不亏了吗？我该给他们摆掉规矩。这波我就不用大了，闪现。口里不亏，就是没队友，没什么办法，我扣里头了，我走不动。来个石像鬼可以啊，来个石像鬼加紫炎之力。先来个小不甲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我靠！钢之心，哈哈哈！蓝博挺有意思啊，啊，是套人是吧？哎，我巨牛给刺死了。你咋那么狂呢？给我杀他！哎，有点生气。瞅着挺近，其实挺远。
一打三能打不？满血可以试试。给我呢吧。发现这玩意儿有时候老弹不起来啊，有点沉。不早说，还能吃三层，十四层，这把大概能二十层。200块，为什么不早吃？早吃不死啊，吃不死就吃，那不亏了吗？有个人就说了，啊，这瞎子打不了给自己不会吗？那有没有可能是东西太多，他点本来想点自己，还点着小兵了。有没有可能他不会摁 Alt 加 W 呢？哎，这都口不着啊，这！哎，石头人快走，要不然一波了。我就不吃你了。我这钢之心都没摸多少。
送到嘴边我就是不吃，不是我不吃，我被沉默了。哎，嗓子好疼。他干啥玩意儿了？我一人摸一下，我可太爽了！我挨个摸，摸了一圈儿。差一秒。刚这个石像鬼没好。你把这个大龙打了，我买个药，哎，升个级，我们一万血应该差不多了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呼喊。赶紧打。再来个钢铁合计，我再摸一圈我们就一万血，再摸一圈能给加两百，然后这个钢之心的4%生命加成还能给。好，该我了。我先口一个。先把这盖轮发了。好。你还敢回头？我吃。你敢不敢让我摸一下？兄弟们，一万血，我吃。正好，正好，黑了。打个红去，鞋也可以换，鞋换一个，怨恨锁链，怨恨锁链便宜，这是我的终极形态，最大。怨恨锁链给谁呢？给女枪吧。等我一波呀。
哎，我把它口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我口一下。哎，我都口出来了。还没石头人哟，那他这混伤，而且你那血吧，没抗他也不行。